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和伊的前男朋友林炳初甲拍，甲偷拍到私密的相片，甚至就逼伊下跪，搁甲凌迟。林炳初一审被判刑两年十个月，其中伤害罪部分是判刑八个月，啊，若私刑拘禁是判无罪。林炳初甲高嘉瑜拢提出着上诉，高等法院今仔日二审宣判，驳回着两个人的上诉，维持一审的判决。不过会当过来上诉。高嘉瑜讲，法律的判刑根本无法度弥补所受到的伤害，啊，伊嘛无感受到受害者的忏悔甲反省。对我们来讲，或是对更多受害者来讲，现在的这个法律的判刑，当然远远没有办法去弥补，或者是去对于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哦，去做任何的补偿。前日审宣判结果，立委高嘉瑜随出面接受采访，叫前男朋友林炳初凌迟，搁叫关伫咧旅馆内底偷拍，可怕过去，因为司法审理必须一直去想这件代志，上诉却驳回，伊无法度接受。有很多在故意在媒体上带风向的言论等等，那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，也是我们认为说他没有悔意的最主要原因。林炳初一审被判两年十个月，二审驳回双方上诉，维持原判。高嘉瑜讲，变作让加害者真正反省，卖搁后一个受害者是上主要的关。伊含律师讨论过，才个决定讲要继续上诉。不离个审理期间，林炳初敢若心情伤害，讲看高嘉瑜的手机啊、掠私密的相片，拢是经过对方的同意，这是两个人谈恋爱时拢知影的代志。法律公防手段，方看作是挑工带动方向。高嘉瑜勇敢站出来，希望替其他嘛同款受到恐吓威胁的受害者，继续坚硬落去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